朱立雄客家协会自七月份开办的客家文化艺术教学课程，过一段路，最后几节课，学员拢真认真咧排练，从地文化局演艺厅举办的成果展。理事长嘛是管理员，陈淑慧亲自协助排练，希望在十八号之前会当带予观众上好的表现。在客家艺术指导老师安排下，学员分作男女两排来对唱客家经典歌曲。除了指导老师要求大家歌声甲口语歌，但前水里向客家协会理事长的议员陈淑慧嘛亲身前来督促学员的手势甲姿态。那今天呢是一个结业式哈啊，所以我是担任水里乡客家协会的理事长。我特别上来做一个成果的一个验收，但是成果展呢是在18号的下午2:30，在我们文化局大礼堂这边演艺厅，也就是我们的演艺厅啊，来做一个成果展的一个由我们文化局来做一个验收。大家学习的方面是非常的认真，哎，拍打青云节呐哈，很认真的意思哈。学习的态度也很好，那他们本身的自己的那个我觉得他们的资质都很棒，在学习都是很快就能来吸收我们的歌曲。客家拢真期待认真排练，希望观众会当透过因的演唱欣赏到客家歌谣之水。客家也真希望每年水利客家协会会当继续开课来学习。18堂下来，他们都学得很快乐，很高兴，而且还蛮有使命感的。说，我们客家的传统的歌谣是要来发扬光大的，好，所以他们学得很快乐。那我希望我们下一期哈也能够申办，好，因为大家那么喜欢，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把它延伸，啊，甚至推广到社区，这是我们最希望的。国中毕业之后就出外打拼，啊，之后啊就一直在那里，已经快到60岁才回来，啊，就回乡嘛，啊，我想说再继续把以前我们忘掉的一些，就是客家的以前的由来啦，一些想要再重新再挖找回来，想要学习客家歌曲的，我们就欢迎他们，啊，能够多多参与。水利乡客家协会为七月份开办的客家文化艺术教学课程已经过一段了，最近几节课就是要为18号的成果展来做准备，学员认真排练，也邀请南投乡亲教师做伙来欣赏。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